今天要介绍的是对流。对流啊，就是说我们流体包括气体和液体，那么它的温度因为区域的不同，有的区域温度高，有的区域温度低，于是呢这些温度高跟温度低之间的这些流体啊会产生移动啊，会产生移动，通常都是啊热的流体往上移，冷的流体往下移啊。所以那么什么叫对流，这里的定义就是在流体中热量会由较暖的区域传递至较冷的区域啊，它主要就是较暖的区域传递到较冷的区域，这种现象我们称它为对流。那么对流可以分成自然对流跟强迫对流啊。自然对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流体因为它密度的不同，因为它冷热不同了，密度就不同啊，密度的不同它的浮力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它会产生对流，这种对流叫做自然对流，它自然就会这么传递啊。那么另外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地方有热空气，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屋子里很冷，那我们有一部暖气机啊，它会产生局部的这个空气啊变热啊，那么我们可以用电风扇呢把这个热量吹到别的地方去啊，因为我们这个空气啊屋子里头啊是一个平面的啊，它不是说从地面传递到天花板啊，比如说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电风扇把这个热气啊吹到较冷的部分去，那这种的对流呢我们称它叫做强迫对流。对流要计算的话相当的麻烦啊，因为它要看你这个产生热的物体是什么样的物体啊，它是水平的摆还是说垂直的放，那么这个产生对流呢都不太一样啊，那很复杂，我们就先不谈这个。那我们讲最后一种热的传递方式叫做辐射 radiation 啊，所有的物体呢它都会以电磁波的形态啊持续的把它的能量啊辐射出去啊，一面辐射出去呢它一面呢会吸收这个辐射进来的热量啊。那么热能以电磁波的形态辐射出去啊，这种辐射电磁波传递热的方法就是用辐射电磁波传递热的方法，我们就称它叫做辐射啊。那么辐射呢我们由这个 Stephen 他做的实验里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一个物体啊它在辐射能量或者吸收能量的时候，它的能量的辐射率或者能量的吸收率与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啊，应该就是说它的辐射，我们就讲辐射好了啊，辐射率与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这个就是能量的辐射率 power， 就是单位时间放出去多少能量啊。那么这个量跟什么成正比呢？跟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这个要稍微记一下啊。那这个一啊 P 就是代表
这个物体表面热辐射的功率以瓦特为单位啊，然后再来看这个 A 就是这个物体表面的面积，比如说你发泡的电灯泡它的表面面积是多大啊，或者你这个电暖炉啊，它灯丝的表面有面积是多少啊，好，这是 A 是表示这个辐射体它的表面面积，一呢是代表啊，一等等我们再讲 T 表面的克氏温度啊。好 ，sigma 呢，它是一个常数，是这个常数，它名称叫做 Stephen Boltzmann constant 啊 ，Stephen Boltzmann constant， 那一就称为发射系数。为物体表面发射辐射的层数，就是说它发射出去的这个热量啊有几层出去了啊，所以它就是0到1之间 100%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辐射啊，这个只与物体表面的性质有关，看你这个辐射体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物体什么物质，那么它的一值呢会不一样 OK 啊，物体表面吸收辐射的层数啊，它也会吸收辐射啊，那么称为吸收系数，它的值与发射系数相等，这是一呢又是叫做辐射层数，辐射系数又叫做吸收系数。好，那么我们要介绍一种叫做 black body 黑体，黑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理想的吸收体，就是说所有射到它表面上的光线的辐射线它全部吸收，它不会反射，全部吸收。我们通常看一个物体啊，如果这个物体本身不会发光的啊，那么我们所以看得到它呢，是因为它把辐射到它表面的这些辐射线有一部分呢反射出去，那么反射线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反射线，我们就发现这个物体是亮亮的啊。那么这个有一种物体，就是凡是射到它表面的辐射线它全数吸收不会反射，因此呢这个 black body 如果啊它本身不会发光，它是别人的光呢照射到它的身上，那么它不会反射，因此你就看不到从它那里发射出来的反射光，于是它就变成一个黑的东西，因为你看不到光线嘛啊，这个是理想的，就是说我们理想状态，这个是一个最黑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物体啊它本身会发光，本身会就因它的温度比周围的东西还大啊，那么它本身会发光，好像我们钢铁在高温炉里面融化的时候它温度很高，它就会发射光线出来啊。那么如果它本身会发射光线的话呢，那么它的发射率是100%啊，所以我们看它周遭的东西都发射率都没有它大，所以我们看它是最亮的东西啊。所以一个黑体就是它又是最亮的东西它又是最黑的东西，那就看它本身会不会发光啊，看它本身的温度比它的环境高还是比它的环境要来的低而定。好，那我们说一个温度为 T 的物体向周遭发射的热功率是这个，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发射系数啊，发射系数。那么我们说发射系数啊也是吸收系数。好，如果当它周遭的温度为 T0 的时候，
这个物体同时吸收周遭物体的热功率，所以呢它吸收的热功率啊就是这么多。这个时候这个是吸收系数啊，这个是它本身的温度很高，温度 T 向周遭发射热功率，这个是发射系数。如果周遭的物体温度是 T0 的话，不一定要比它高啊，反正就是 T0， 那么它也有辐射线出来，这个辐射线也会射到这个物体，这个物体的吸收的这个热功率啊就是这么多。这个 sigma 是一样的值，但是不同的是一个是 T 一个 T0， 这两个如果温度不一样的话，就是说 T 跟 T0 温度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物体会获得或者会损失热功率的净值，就是这两个的差啊，这两个。如果它发射它的温度比较高，那前面这几个都一样啊，一 sigma a 都一样大，那 t 比较大，所以这个值比较大，它发射的比较多啊，吸收的比较少，它同时发射又吸收回来一部分，因此它啊它就有损失的净值。如果它的发射的温度低，周遭的温度比较高，那么它发射的热功率比较少，吸收的比较多，于是它就有吸收的热功率的净值啊。这个就是这个式子很简单也很重要啊。好，如果当一个物体跟它周遭物体达到热平衡的时候，热平衡我们就是说你辐射出去的热跟你所吸收的热功率，辐射出去的热功率跟吸收的热功率相等，这两个值相等，就是这个等于零了，那就表示这个温度啊是一定了啊，它跟周遭的这个物体的温度就保持一定了。好，现在我们看这一章的最后一个例题。这个例题是说，有一个人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他的体温是35度 C， 寝室的室温是20度 C， 那么在10分钟内，因为他没有穿衣服啊，他的温度比较高啊，那么它辐射就会有损失啊，因此我们要问它十分钟之内它损失的总能量是若干。假设这个人的皮肤表面积是 1.5 个平方公尺，发射率就是一的值等于 0.9 啊。好，那你首先就要写这个问题，你就要从这个sigma aet 四次方来讲啊，这个是它的发射出去的，这个是它从周遭吸收回来，它在35度 C， 你要化成绝对温度啊哈，它有辐射能量辐射出去，20度 C 也有辐射能量，它是吸收的啊，于是啊发射出去的跟吸收的啊，这 T 四次方相减，这个 sigma 是这个 ，A 是这个。你们以后写答案，写就是做题目的时候，每一个东西它的每一项哈、啊，它的单位都要写出来哈、啊，单位都要写出来 ，OK。好，一是 0.9， 然后这里就是35度 C 加273啊 ,35 度 C, 啊，然后再就是20度加273 293K, 啊，四次方一减，这个值算出来是125瓦。瓦就是每一秒有150个焦耳的热量
辐射出去啊，从他的身上跑出去，所以他会觉得比较冷或者是比较凉啊。20度应该是觉得有点冷啊。那么10分钟损失多少能量呢？那就是 power 乘上时间呢。power 是125瓦特啊。delta t 10分钟 ,10 分乘60秒就是600秒 ,7.5 乘10的4次方焦耳啊。这个能量相当于2盏60瓦特的灯泡所消耗的能量啊。那么这个这是一个例题 ,OK? 好，那么这一章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